干你！你不是要送了吧？你不是要拿着双杀去送头吗？你他妈！没办法，我跑不掉啊！他闪现高我啊！哇，你选这个感觉就是有在玩的，有跟上 meta， 朱美、阿里、伊泽瑞尔。我先看一下中路选什么，我帮他选一个 AD 角。 我又要变龙女了，安选吗？中路攻杀兵，操他！哦，有 AP 有 AP， 他妈最啊，他还在等我选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你这个 skin 很牛逼哎、欸，你出多少？这个便宜的啊，这个270联盟币就有啦。是哦，好有钱哦，想买都买不起。 你不要骗人啦！我好后悔把我 ID 贴在聊天室哦、喔。妈的，现在1500人看我在那边秀下线，这么多人吗？我想说看谁有追踪，然后一开就来了，就赶快看到第一个 ID 我就抓了。我来看我等下被手杀之后，聊天室会怎么喷我？<笑>不要有压力啦，不要有压力，有压力反而会打不好。抖内的可以插队吗？不行，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实况主吗？ 我会因为啊，你刚刚跟我说270啊，<笑>我没收你钱，你不要黑我。我很抱歉。<笑>你那个10.8那个真的，<笑>我下次改7点。 我就会改7点抱歉。<笑>你那个太下贱了。<笑>不是有一次我拍那个龙虾，那个宵夜，那个是宵夜影片嘛，放10点我进入。你害我一定要去 Seven 买个宵夜，然后来跟你配啊。<笑>促进消费，促进消费。没有用啊，你促进 Seven 的消费啊。哇，你牛逼！暴打一顿。 会不会上你的实况精华、啊？我猜有可能，这个感觉。这边有眼了，他放眼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没有打算帮你。<笑><笑>没有啦，我来帮你杀猪妹。出来啊，猪妹！可以打啊，猪妹！这叔叔感觉很凶狠啊！哎、欸，你别直接死。 无情收割，注意啦，戴安娜，打得太好了，你只要让他把E用掉，欸，然后你不要死，我就能杀他。好了啦，兵线会出来，你不要再演，再演就太假了，再演他被发现哦。你看，他不打你了，他知道啦。还要不要直接推进去杀他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要出来追了。好，推。 先poke他，等一下，注意哦。啊，我的 W 也空了。差不多了。啊，你别死，他死定了，你别死 ，nice。注意啦，杀猪妹，他没听到。杀猪妹吗？我还有大。别，好好说说。乌啦！ 跟鬼一样，好啊好啊！你不是要送了吧？你不是要拿着双杀去送头吗？你他妈！没办法，我跑不掉啊！他闪现高我啊！你。 我这样算恼羞吗？我是脾气不太好。哈哈哈哈哈！糟了，他打伤了不扛，我扛着塔，然后他要捡我两个头再拿去送，然后跟我说没办法。猪妹，准备要死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猪妹，野猪妹，准备要死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嗯？
反正刚好也没啥机会。欸？啊！不出来！干你妈！你怎么知道我在啊？掩护我，掩护我！拿塔皮，拿塔皮！应该刚好来得及吧？快点，快点，装上去，装上去！哎呀！这干嘛啊，于师长？我们玩游戏啊！我塔皮剩两秒都没有，你不撞？连于师走到了一晚。哎呦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哎！吓我一跳啊！你，猪妹应该也在附近，果然不错，吃。速游，乌啦，2000元呢、欸？要买什么才不会死啊？我说这么买会不会很强啊？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想要买这套装试试看啊，有没有很有想法？智慧默认加 GA， 有魔防，有物防，还有攻击力，哇操嘞！我还有大绝可以自保，感觉就很难说。处理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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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一下。怎么痛啊？哦、为什么塔在打我？不是你开的吗？塔怎么打我？我操、欸！我真的傻了，我连金身都没开。因为退取不会跳出来吗？会跳，但是退取不要定了啦。退取应该是快要不能订阅了，勾勾要被拔了。因为这阵子一堆人都跑去 FB， 好像是因为那批人去了 FB， 还是史丹利过来 NONO 的关系。反正土岐生气了，他决定把我们这些被古仔通通拔掉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他一直被我禁、欸，喂，我有声音吗？啊，有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被我禁音了？禁音，你自己禁音我。刚好像有 bug 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按啊，他自己禁音了。哦，好像是气。我开的啊，我开的，你扛塔，我扛到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扛塔？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哦呦，哦呦。哦哟，这么多顺，我转一下哦，送给你们猜。还是你又再度静音我了？没有啊，我听得到啊。我怎么会静音观众？拜托，我刚刚是不能按到、啊。我应该买绿霜啊，没心，下一把再买。只不知道买不买得到下一把？哎哎哎哎哎，有、哦，感觉有下一把、哦。感觉哎。欸感觉要爆了、欸，感觉要爆了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来强力输出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哇，跟鬼一样！战捏怪。我等下绿霜换阿姨。或者引魔刀，帮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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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，该吃了，该吃了，该吃了。不管不管，就吃就吃就吃，还想抢啊？反他，要爆炸了。哇！打二十太猛啦！啊，辅助怎么在挂？辅助是迷路吗？每一波都不在。哈哈哈！挨个霸气回嘴。你是不会看时间？看什么时间？他是死了吗？他是死掉复活、啊？点推上再下，哎、欸，他港仔啊！哈哈哈！哦，一眼认出他是港仔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知道他是港仔吗？他说点推上下再打零点就是他们为什么的意思。那吃线又是啥？吃线就是神经病，畸形，神经，就是比较文雅的骂人方式。哎、欸，先操猪妹，操猪妹，
他妈最好这么硬。干你！第三层啊，自己打。你们赢了吧？你们赢了吧？该赢了吧？看我这个走动，我这个扭动，那跟鬼一样。你刚好，刚好，我处理他，我处理他妈，我扛了哦，有。暴打一顿，活活烫死，垃圾！哎呦，哎呦，无情暴打，没死、欸，要不要杀他？杀他吧，杀他吧！欸、他记得没有？剁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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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剁他！你的坏了吧？